王牌里朱恩美到像 AI 3.5爆红，网真相模仿。韩国职棒奇亚虎啦啦队今年不禁堪称新王牌19岁的李朱恩，他拥有甜美脸蛋和九头身170公分的高挑身材，常被网友误认成 AI。 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和边和绿在转战中之前也曾是奇亚虎队的一员呢。李朱恩 IG 目前拥有43万粉丝数，舞蹈影片常被转载，观看数都是万起跳，尤其他跳三阵时的应援舞蹈近期在网上大爆红。三阵比赛舞的李朱恩实在没炸，韩国网红网友近期都开始争相模仿进行翻跳 challenge。